你有没有爱过一个人？你有没有恨过那个爱着的人？这些年，我常做一个梦，梦中有一个女子的背影，我看不到她的面容。每每梦醒，我总是心痛难忍。他到底是谁？我这个人呢，最怕着凉了。我一着凉就睡不好觉，我就会起来梦游。我梦游很恐怖的哦，难道你不怕吗？你不梦游也很吓人哦。沈老爷托孤托得这么认真，别推辞了吧。夫人不必试探我，我此生唯你而言，绝不纳妾。你叫我什么？夫人啊。要不然咱俩打个赌吧，看谁先拨开云雾，怎么样？你想赌什么呢？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放我走。那若是你输了呢？那就任凭你差遣呗。我不赌不也一样吗？颜淡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颜淡，不要再奢望了。这一世，我是一只妖，他是捉妖师。我们两个本来就没有任何可能。应缘，为什么天上地下我永远避不开你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流星，刚开始我很讨厌他，可是后来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。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终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。如果有一天我动了情，可是我没有伤害任何人，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会杀了我吗？我会杀了你。还是帝君天庭的天条，他最终是不过。他说过神仙就要断情绝爱，既然他已经认错了你，那就如此吧，就当是一场梦就好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你说你爱我，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你的性命？我愿意。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，只是情急而生，无法了断。你曾经欠我一命，如今又还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若一切回到最初，沉香重燃，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？View.